兰去瑞士上这个高速口 Gormano、嗯、这个高速口 Gormano 米兰去瑞士的必经之路。现在上高速匝道，先走左道，都灵方向进入左道。现在是高速匝道，现在进入高速，地上标黄线表示道路在施工。地上黄线表示这条高速在施工中。今天车比较多，前方1公里后准备变道往右侧，进入往科莫和瑞士方向的高速，就是这条科莫和瑞士 KR 走。科莫是意大利文，中文叫做科莫，科莫湖。科莫和瓦雷的高速。科莫和那个瑞士 KR 走已经在那个高速标志上出现了，现在是匝道。这条高速就是往科莫湖和瑞士 Castle。